迅挫旁门财演，输钱兼冇仇报。翻本大师帮到你，讲多超无谓，赢钱最实际。翻本大师百户则道梁永祥，一个礼拜嘅翻本大师，咁啊睇翻上个礼拜咧，即系港股就走势麻麻，试翻个近期新低啦，去到逼近24,000点。咁但系咧又系嗰句啦，即系睇翻之前港股试顶咧，其实嗰下都几吓人睇嘅，即系因为几转升翻25,000啦，咁有一日一棍抽咗上嚟，原来就夹一夹啲弹仓。先至跌翻落嚟，而家呢个位置，咁啊呢个水平系咪睇得咁淡呢？因为已经有人又报定话穿24,000，咁啊，我觉得好似而家啲大户就同大家玩即系猫捉老鼠游戏，咁啊，反正如果大家唔系即系搞期指啊、牛熊证嗰啲咧，咁啊可能你又即系我唔会自命专家，你可以揾下啲高手啦，即系。城中大把呢啲咁嘅，即系出类拔萃嗰啲，因为佢哋真系会好用心或者有独特方法研究啊！我已经咧就冇乜点理到，因为过去咁多年有阵时都发觉一时就中到应一应，连个小数点位你都捉到，咁有阵时咧就误差甚大。但系有阵时唔系得个讲字噶嘛，你都会付诸实行，即系如果有做期指嘅就买落去咁样，变咗咧得得失失咧就即系。都好少见到有人即系长胜啊，将军咁变咗，我都脱离咗，甚至咁样去测试，即系大致上咧，即系可以简单啲讲咧，我觉得就其实就算245都收货，咁而家佢跌穿咗245啊，再落嘅位我又觉得又未必会水位好多，可能会即系勾翻上嚟都唔出奇。咁啊，啲迹象都见到嚟话，今个礼拜到连跌。第八日啦，但一日再跌嗰一转咧，就其实有啲内银股啊、豪赌股咧都唔跟跌。咁当然啦，望翻佢哋幅图，即系都超卖得好厉害，咁有个反弹，咁至少都有一弹先吓、啊。如果例如呢类股份咧继续积弱，仲有越嚟越多新嘅权重板块咧加入个跌市阵营咧，咁你又推到落。24,000楼下咧，个机会就大啲。咁而家其实即系变咗55波咧，好多时有阵时望翻早几个礼拜仲25,000，而家咁快24,000啊，咁你都慎防会夹淡又好，或者真系有机会见底，变咗咧都系买货为主。咁啊，其实讲成咁咧，就好似咧对啲权重股咧就难以做一个部署。咁事实上系嘅，即系比较咧 gen 叻嘅朋友咧，我相信。即系过去一段好好嘅日子都已经系炒股唔炒市啦，就变咗点样做法啦，就转炒啲三四线啊、二线股，因为呢啲咧唔系太跟大市走吓，咁 啊最紧要咧捉咩捉系捉正究竟个市场焦点啊吓，咁啊而家咧我就即系简单讲咧，我觉得系嚟紧个礼拜咧将会系睇边啲板块，咁如果例如话睇翻上个礼拜。可以逆市人咧，就系嗰啲沪港通股份啊，你啊即系睇到咧，有啲折让比较大些少啲咧，根本跌唔落。有阵时内地 A 股升咧 ，H 股啊更加跟升咧，啊变咗喺即系推敲究竟只股升唔升咧，就我觉得咧就比较容易啲落手。咁所以我喺即市上咧，即系喺我个翻本大师手机 app 咧，都推介一只350。即经纬纺织，咁啊，其实呢只股啊本身个业绩啊麻麻地啊，仲倒退咗，个股价掟咗落嚟啊，咁好多人睇开个价咧，讲紧系7蚊嘅，其实已经6.几，咁但系咧啱啱就系去到呢位咧，我觉得佢咧即系幕后都会计过条数，系发觉咧心中有价，喺呢啲位置咧做翻个反弹，咁啊再加上沪港通开通车在即咧，我觉得呢只股咧就可以。清先嘅，咁另外一只咧就系、是、我喺上个礼拜申报都有推介，咁啊嗰只咧就系、是、华物无线通讯499，咁大家又唔好即系问点解会拣呢一只股咧，即系听落去冇理由炒呢一类板块噶嘛，系嘛？即系通讯类咁，其实就唔系嘅，因为呢只股喺7月咧已经变咗新噶啦，就系、是、由。国企啊，讲紧系青岛市嘅
青岛城投咧吓、城市投资咧，咁啊已经咧就入咗股啊，咁啊变咗而家佢咧系变咗一只国企股。咁啊消息出咗嗰阵时咧，嗰段日子曾经咧喺即系差唔多讲紧个几人钱飙上三蚊，升咗1.6% 嘅，即系好惊人。点知咧幕后咧再做一啲好即系震惊嘅创举，就系由个高位咧连续两个月咧压翻去爆升嗰个水平，即系咧已经由三蚊落翻去过六过七呢咁嘅位置。咁啊又唔喺呢啲位置咧叫人买，因为可能连个裂口都补埋啊。咁但系有机会呢个裂口即系停牌公布咗。转庄变咗系国企揸呢只股之后咧，那个上升裂口大约喺过六至过七啊呢个位置咧，我谂就未必补喎，顶实喺树。咁啊，过去个市啊连跌七八日噶嘛，佢啊喺个低位咧就上翻五六日啦，调翻转嚟行嘅。咁所以我咧好简单啦，根本捉呢啲股嘅好处就系、是，到时大市继续跌，佢可以唔跟跌。到升呢可能个气氛带动的话呢，佢可能再做好些少唔出奇。咁啊变咗呢我就觉得佢升嘅机会大。咁啊先喺我嘅手机 app 同埋申报提一提大家。咁啊到今日都推介埋。咁我相信我喺阿 Q 仔节目呢有机会会讲求先嗰隻30或者499呢两隻啦，有机会提下。今日因为咧，我同佢做嗰个有 Q 仔嘅节目都系礼拜五喎，咁啊礼拜五好可能之后咧，仲有啲心水，咁可能有啲变卦。如果若然冇的话咧，呢两只股咧跑出机会都好大，咁所以大家留意呢两只。嗱，再讲多次啊，就系经纬纺织30，同埋咧而家仲系叫做无线通华物无线通讯499呢两只先。咁啊，仲有再一次即系呼吁下啦，因为咧。近期咧个手机上咗 Google Play 之后咧，就增长就惊人咗嘅。咁都好合理，因为咧过去咧，如果我喺个公测嗰阵时咧 send 条 link 出嚟，我总相信有啲人都会有啲戒心噶嘛，系嘛？即系对电脑唔熟悉啊，或者有啲真系初初接触我嘅人，哇，无啦啦揿条 link， 点知会唔会有病毒啊？指咗我去边处？你上到而家将嗰个翻本大师个 app 摆咗上 Google 之后咧，就。即系公众好容易咧，纯粹喺个 Google Play 度打百户或者翻本大师咧，就揾到我 app 去下载啊。咁啊，同埋安装又方便啦，因为嗰头下载完嗰头就会出个画面，就叫你去安装呢一个 app 咧，就总比咧之前咧弹完个即系俾条 link 大家揿完之后咧，又好似冇反应，因为有啲人唔系好熟 Android 嘅使用噶嘛，系嘛？即系打电话啲冇问题啦。太細節嗰啲啊 ，download 完喺邊個 file 開翻，再撳落去，淨係單單呢個步驟咧，就令到嗰個安裝率咧都差咗些少嘅。咁啊，而家我見到咧都幾驚人。咁啊，當然係商業秘密唔講得啦，但係對得住天地良心就冇講假話。咁啊，內裏有講股票啦，就我揸莊啦，波馬就有小米。咁啊，而馬方面咧仲有Win 师兄，仲有我嗌到有一个咧好资深马迷，即系赌马赌50多年嘅，咁啊帮我佢就比较旧派啲啦，咁但系间唔中会捉到啲冷马嘅，咁啊佢叫做连师傅，咁啊三个人讲马，股波方面咧各有一人咧就坐阵，咁再加上咧我话不时睇咧嗰啲优先场电影啊，跟住即刻写下啲影评啊，同埋啲电影资讯咧，其实。这个 app 都挺精彩。咁啊，仲有一提嘅，有一个网友几有心嘅，佢成日去旅行啦，咁会陆陆续续咧，亦都将佢过去嗰啲边打工边去旅行嘅日子咧，就慢慢咧就铺翻上喺个 app 度同大家分享嘅，都几有趣。咁啊，所以而家咧，我呢个翻本大师 app 咧，其实都打造到都几即系多元化。咁但系我都。即係嫌咧，因為其實個成本唔係輕啊嘛，咁我梗係想用盡多啲啊，同埋擺咗咁多錢、精神、時間、心機落去咧，咁啊，我覺得佢有陣時啲效能啊，即係嚟啲反應啦 ，upload 上去啲資料咧，就都唔比得其他即係正規啲甚至報章 app 差。
咁啊，即係各位朋友咧，即係如果係即係自問都好有寫作嘅興趣啊，咁啊，對於會唔會頭先我講嗰幾範有專長，又或者寫啲另類題材，咁啊，我覺得咧都不妨可以揾一揾我。咁我個電郵咧就俾一俾大家先，就係、是、hsi.general@gmail.com。咁串一次先啊 ，hsi.general@gmail.com。咁你可以掟個 mail， 咁啊大家研究一下啦。如果啱的話咧，我就安排咧試下。將閣下的文章都 post 埋上我 app， 咁啊，當然啦 ，post 上去咧，亦都會咧有一個連結咧，就指翻去嚟話你想啲人聯絡你嘅地方，包括 email 啊、博客啊或者 Facebook 咁啊，咁啊即係做到一個互動互惠嘅情況啦，咁啊亦都令到個 app 咧就即係更加個內容豐富啲嚇，咁啊呢度可以諗諗嘅，因為其實站喺我角度咧，其實我唔記得咗係咪喺個節目講過。我記得好似就係上個禮拜都有輕輕提過啦。咁申報嗰方面咧，始終每日寫成千幾字咧，就限晏晝，即係近黃昏要截稿咧。呢下咧其實即係對我嚟講已經真係吃力咗啊。咁啊，因為始終就要顧及，即係我本身係 A 醫身份噶嘛，咁我都要顧及我啲客户噶嘛。咁啊，曾幾何時搞到而家啲身體又即係已經係差噶啦。咁啊～仲想同埋有陣時都同出面多啲聯誼啊，同啲客户多啲接觸咧，即係最後都係決定咧，其實就係等緊呢個 app 出世。咁我呢個 app 出咗咧，咁啊變咗有陣時有啲重要嘅消息就唔需要等到第二日，即係見報章見人啦。你喺 app 就已經可以發布到嘅。咁呢個咧，我覺得咧就最具即係今時今日嗰、那個即係比較與時並進啲呢種做法。咁啊，希望我咁嘅睇法咧，應該就冇錯。咁同埋而家個 app 都結合咗我哋，即係而家我做緊呢個節目啦。咁啊，過去就要上到網台做節目，咁大家先聽到我把聲。而家你 download 咗個 app 咧，就喺個 app 上面都聽到我即係主持翻本大師啊，或者每一日都會盡量抽時間做一三四分鐘到嘅投機者日記。咁啊～即係講翻嗰日嘅市況同埋睇到啲乜嘢，咁啊拉近即係大家嘅距離咁樣啦。咁啊，我啊其實我期望呢個 app 咧真係可以成功嘅，雖則而家只係 Android 為主，咁但係 Android 行嘅，如果即係反應好啦，咁都唔排除再抌多嚿錢咧就做埋 iPhone 嗰邊嚇、啊，因為抌錢除咗錢嘅考慮之外咧，就係啱啱。即係 iPhone 6出世嘛，咁啊點都要睇埋 iPhone 6夾埋嗰個新 iOS 8咧，究竟搞啲乜嘢咧？即係對，就算叫 developer 整多個 app 俾阿白户啦，咁但係佢自己都會有個難處噶嘛。我睇即係呢下都同緊寫個朋友咧，都有 keep 住聯絡啊。有陣時研究究竟即係要再整埋嗰個 iOS 版咧 ，iPhone 版咧，究竟？時間啊，各方面又點樣安排咁樣咯、啊？不過呢個咧暫時未落實住。咁啊，再提多次啦，即係如果有啲朋友仔有興趣咧，就不妨聯絡下我啦。咁我咧到時起碼呢個 app 咧做到即係波馬古電影四線發展咧，我相信真係香港咧嚟到講咧都係只此一家嚟嘅呢個 app。我今個禮拜咧電影咧，我相信咧。个主打应该就系移动迷宫啊，因为已经上咗画。咁同埋咧，我睇到咧有两场优先场咧，即系睇一套就是巴西片，一套咧就系香港电影。咁啊，香港电影嗰套咧就系大家熟悉噶，就系麦兜嚟嘅。咁个戏咧就叫做《麦兜我和我妈妈》吓、啊，新嘅咁啊。呢个咧我稍后再讲。咁啊，同埋巴西片咧就好有趣，嗰套叫做《男孩像他》。咁啊，呢三套片咧，我啊不如先讲下麦兜先啦。咁啊，霎时间即系其实我自己咧都唔系好怀疑有套片上嘅，因为以前麦兜我印象中咧就喺2000年嗰阵时咧就几风魔全港啊，因为曾几何时咧，直头咧系麦兜冲出咗亚洲咧，去到日本都受到欢迎。咁但系咧就近年咧，即系比较即系人气啊跌咗啦。咁啊，我相信都系嗰个
即曝光率啦，因为麦兜以前都做过几套电影啦，咁电影之余都有做劇集，亦都喺无线嗰阵先上映噶，咁啊哇，嗰时好多人睇，咁啊同埋咧里面咧已经有些少咧，就系表面就即系好得意啦，啲公仔，但系其实啲故事成日都好似讲大人嘅事啊，又系好似食到咧我唔知道应该话叫梦工场啊，即系荷里活嗰啲咁嘅动画啦。其实好几年已经兴起就是大人细路都啱睇嘅动画啦，即系佢系以呢个走向嘅定位咁样噶。麦兜从来都系咁噶，好少。有阵时买开本麦兜嘅漫画咁啦，我自己印象都系嘅。睇嘅时候咧，即系细路仔佢啊，梗系俾嗰啲插图所吸引啦。但系大人睇个古仔，发觉咦，好似写俾佢哋睇咁样嘅。咁好啦，而家我哋讲返呢一个咁嘅资料背景呢，因为喺呢个麦兜我和我妈妈度呢，我发觉佢都系重复即系呢一个咁嘅手法，咁都系呢有些少呢，就即系表面呢就好多啲得意嘢呀，同埋啲说话对白好抵死啦，咁但系呢亦系都要讲返出大人嘅心结啦。咁我觉得今次嚟讲呢，我就略嫌有些少咧，即系沉郁咗啲吓。前面嗰段咧讲嘅时候，即系已经咧话阿麦兜长大成人噶，投身咗社会，变成一个即系专业人士啊。呢段反而都仲几好笑，同埋佢回忆翻佢细个，即系讲佢同妈妈，即系喺一个人口唔过二万条村嗰度嘅生活嗰段日子咧，都几得意嘅。但系之后咧个转热点咧就系讲紧咧，如果我冇即系讲错到啊，就系话佢有一个关键咧，系可以令到佢哋咧家财千万嘅。咁点知阿麦太咧就把握唔到，咁之后咧沦落到咧阿麦兜咧，之后继续咧变翻咧一个机下阶层嘅小朋友。咁但系佢妈妈咧就好多时咧就好识得掩饰啊，即系家境即系比较即系清贫啊，或者咧佢一个人要顶三四份工啊，好辛苦嗰段日子点样凑大佢啊，但系又唔想俾佢知道个妈妈挨得好辛苦，即系类似啲嘢。咁再往后咧，我已经觉得佢仲要讲翻麦兜进入年青时候，回忆翻佢妈妈呢样嘢，到之后谂通咗妈妈究竟做咁多，原来咧都系为咗保护翻佢自己嘅。嗱，如果大家听我咁讲咧，就系我纯粹睇完套戏消化出嚟得出嘅脉络嚟嘅，当中可能会有偏差。咁但系咧，我发觉咧，佢拍出嚟动画咧，有些少系你要意会啊。咁而嗰啲场面咧，我系有些少都系要靠估先至，头先讲到出嚟成个故事嘅大纲。咁变咗有啲人可能睇完之后咧，又会觉得系啊，啲画面又得意，讲啲嘢又几趣致，但系有些少变咗散收收嘅感觉咯。咁唔排除啦，到后尾咧系变咗个调咧，就比较沉寂咗啲嘅。即系好在临尾好似都有翻啲搞笑嘢，咁啊同埋就算之后都有彩蛋睇啦，我觉得都几过瘾啦。咁啊，但系个气氛唔及初入场，咁同埋初入场嗰下咧，我觉得佢啲画工咧就特别精细，因为佢又配二 D， 再加些少电脑嘅即系帮助啊，就画得好仔细嘅。咁我以为成套戏都系 keep 住咁嘅画工咧，亦都系另一个即系值得赞嘅卖点嚟嘅。咁但系到后尾中后段啦，我觉得佢后尾都系行翻以前嗰条路二 D 为主啦。原来咧，即系前面嗰段可能系重头戏啊，即系要带大家入戏啊嘛，咁所以嗰度就落足心机、落足本啦。咁啊，有阵时戏咧就会俾人严苛，即系挑剔啲咧，就系唔得对称。咁啊，呢套片咧就犯咗少少呢啲毛病。咁但系都系嗰句嘅，我相信如果即系啱啱食到近期，你话要有套喂老友咸宜，因为呢套一级片啊嘛。咁啊，大人入去睇，细人细路仔入去睇，细路仔又睇得嘻哈又开心。咁大人咧又根本系
即係當根本睇翻成人電影，就唔係話佢有啲咩三級嘅畫面出現啦，根本佢係講緊一啲大人嘅心態嘛。咁可能即係呢套戲都還可以嘅，因為其實仲有一套一級片咧，如果我記得上個禮拜冇講過，但係嚟緊都上噶啦，就係、是、個重重大聯盟荒唐爭霸戰。咁但係呢套片咧又同麥兜又唔同喎。就是呢套重重大联盟呢就是法国片嚟嘅，咁啊讲保育，咁啊同埋佢有 3D 嘅，咁我觉得佢呢最特别地方呢就係冇乜对白㗎，全程呢即係只係一开头讲咗少少咁多多，咁之后呢就已经影住啲动物呢好 cute 㗎，因为全部都係大眼睛啊圆氹氹㗎，连啲蜘蛛啊虫都画到好得意嘅，咁啊即系冇任何语言，净系咧我吹哨子声，即系佢哋嗰个联系咧就全靠咧系咁吹哨子咁样配音嘅啫吓，咁啊同埋嗰啲中间又好分明啊，咁之后咧因为啲佢系讲紧啲大人喺野外即系野即系郊外啦，用膳之后剩低咗啲食物残余。咁啊，仲其中仲遺留咗一盒方糖咧，咁變咗啲人嗰啲蟲啊，啲昆蟲就變咗蜂擁去搶啦。咁啊，最後仲搞到咧黑螞蟻同紅螞蟻大戰啊。咁啊，當中過程好似即係Star War 啊，或者係魔界咁樣啦，即係你打我打你咧就好壯觀。咁但係你又要細緻留意啲啊，原來佢哋用嗰啲武器咧，全部亦都係人类遗留下嚟嘅牙签啊，撩即系撩耳嗰啲棉花棒啊，咁即系可能有啲人啊夜晚黑谂住放烟花，咁呢度原来系佢当佢哋嚟讲咧系核弹嚟啦，超级武器嘅吓，好夸张啊！咁啊，我觉得两套片咧，如果讲所有嘢嘅工整啊，即系连贯性咧，咁好明显系呢套法国片就出色啲，咁但系又要有一套心理准备啦，即系佢冇对白噶嘛，咁同埋话晒麦兜就系广东话啦，咁配音边几个咧？如果我冇记错咧，即系我听出嚟啲声咧，有阿黄秋生，有阿吴君如，咁啊，即系呢几个，咁你听落会好亲切啲噶嘛？咁我都觉得咧，港产片有时拍得好唔好，至少有个先天性的优势就是广东话够亲切，所以呢这两套呢就值得可以看一看。刚才很搞笑，做开节目的时候想着讲三套，现在变相呢今晚跟大家透露就是说其实变了讲四套戏。好了，现在快快去讲第三套。第三套呢其实这么多套呢我有些少偏爱的，即是我挺喜欢，但是怕呢即是它有一个先天性缺陷，现在的人很兴讲输在起跑线，咁系咩片呢？就系、是、叫《男孩像他》The Way He Looks。咁呢套片咧好特别嘅，因为咧佢系即系巴西片。咁啊，因为香港甚少睇到巴西片，近年多咗啲印度啊、伊朗都多咗，巴西题材真系好少有。咁但系咧，先讲咗就系呢套片咧，虽然系咁样，即系我话佢巴西片咧，大家唔需要太过理会，因为我睇唔到系一啲独特嘅巴西你嘅二内路情怀，我觉得佢系好比较紧贴咗时代。你话如果系普通嘅欧洲片啊嘅拍摄手法咧，都我自己啊，如果之前系唔知细节去睇咧，你话喂呢套系欧洲片咧，我都以为系，即系好成熟啊！佢哋嘅拍摄手法或者个故事架构，咁啊，喂讲到佢咁好，咁其实个问题出去边咧？我觉得呢啲咧就系啲偏见嚟嘅。我本人就冇，就是因为套戏咧有提及啲同性恋嘅成分。咁原来后屘咧，即系听翻咧，即系电影发行部啲人讲啦，其实正正因为咁咧，其实已经有啲人真系睇题材噶嘛，有啲人系中意惊律嘅，变相亦都有啲人唔中意，就自然唔会睇惊律片啦。后屘有啲人咧，就会筛走啲同志片嘅吓。呢度唔怕坦白讲，咁但系我想讲，我其实咧都睇咗唔少同志片啊，
啊、女童啊或者男童都是。咁啊，过去咧系呢啲咁嘅片咧，实在咧，即系中肯啲讲，就系几重口味，因为系嗰个意识或者系个真正佢哋嘅举动啊，啊，咁啊，对佢哋嚟讲正常嘅系咪？咁但系对于一啲嚟话，某啲人嚟讲，可能咧就因为咁就发觉，顶唔顺啦。咁但系而家呢一套咧，我觉得咧想派个定心丸俾大家。佢有涉及同性嘅题材咧，但系其实就真系即系我可以咁样形容，就易入口嘅啊，因为好多咧佢唔会渲染啊，至少吓纯粹咧，只不过即系带到个意识，带到俾你睇要出嚟嘅信息就点到即止，所以咧绝对咧唔会话成套片即系特登刻意啊标榜啊佢系一个同志片。啊嗯反而呢我睇完之后呢发觉呢套片呢其实好似以前香港是我记得八十年代冇兴啲青春校园片呢，佢又冇佢嗰啲即係港产嗰啲太过胡闹啊，但我觉得佢戏里面呢花咗好多篇幅呢，其实讲緊两男一女啦，就喺同一个校园嘅生活日事嚟嘅，即係包括一提参加学校课外活动啊，又要谷小组啊，二人一组啊，去图书馆啊，屋企啊，又要做功课啊，咁啊呢几样嘢，咁啊正正根本都系一个你当一个高中生嘅校园生活咯，我觉得咁样去睇套片咯，同埋佢再外加多一个要素啊，就系戏中嘅男主角咧，其实系一个天生失明人士。其实我最中意呢套片就系，假使大家咧先忽略咗。即是同性恋甚至刚才所讲青春校园片这几样东西，他在讲那个即是视障人士呢，即是一个盲人呢，他成日经常在日常生活或者到即是因为年长啦，去到刚刚读到高中啦，其实总会有抱负的嘛，但限于他有这个先天不足呢，咁究竟佢都会有啲咩理想呢，係佢想做呢，套戏呢都有几深层描述下，即係讲下佢啲内心世界、啊、绝对唔会太过一下子即係侧重喺啲男女感情之间嘅即係嗰个转变啊或者话题之上囉。所以套戏其实呢几阔㗎，所探讨啲嘢，甚至视障人士同家人之间咧，既有互送啦、互信嘅关系啦，咁但系咧，亦都有阵时有啲小摩擦，例如话站喺爸妈咧，会比较溺爱或者保护佢哋，但系有阵时咧，就算当事人本身啦，都想自己尽佢能力咧，能够做到独立，咁虽则咧出入咧，点都要有阵时靠佢啲老友记，即系戏中另外一对男女咧帮手。就扶住佢隻手踭咧，即係出入一啲大街小道啊。咁但係去到咁嘅情況，其實佢都好想即係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啊。咁啊，好多嘢都有觸動到啊。其實套片我覺得幾全面，能夠做到咁全面，而又即係講啲嘢咧，亦都幾到肉啊，即係合乎情理咧。其實呢度我就覺得佢好靠係個編導本身。做咗好多资料搜集。呢套戏呢我睇过咁多戏喺近期呢，我觉得佢资料搜集係做得好足，例如话视障人士方面啊同志方面啊嘅睇法，或者就係时下可能係返巴西嗰边呢嘅青年人喺高中学校即係究竟有啲咩搞嘅呢，或者上堂嘅气氛啊学生与学生之间啲关系啊，咁做足晒功课，绝对唔系。有阵时我怀疑有一啲戏点解会俾人话个故事松散或者有问题，就因为太过佢只不过自己坐井观天，天马行空，即系冇做好个资料搜集咧，就编一个故事就变咗会唔合情理啊，唔够扎实，就系咁嘅情况出现。呢套片我觉得系其实几好睇，咁啊有啲唔中意睇都出嚟，净系即系。真係聽到啲口氣呢，純粹就根本唔鍾意同志嘅題材，咁我覺得會好可惜。即係老實講啦，下次再有人介紹喂睇同志片，其實我都唔係一定定得順嘅
吓，即系有啲片，我觉得都几重口味啦吓。咁、唯独是呢套咧，我发觉咦系好得，甚至咧好过一般咧，你当系普普通通嘅青春校园片咧，都唔及佢出色咯。咁啊，呢套片咧，我觉得值得大家关注。咁嚟紧个礼拜仲有两场优先场，咁你睇下究竟有咩办法？可能啲游戏啊吓，或者问一下电影界啲老友啦，即系讲紧电影发行商公司嗰啲咧，睇下有冇啲戏飞可以问到佢哋攞到就入场睇一睇咁样。咁啊，最后一套戏咧要讲咧就系、已经上咗画，咁啊卖晒广告，就系嗰个移动迷宫，就系、The Maze Runner。咁呢套片我觉得佢其实喺全球五个地方咧，好似一上畫就票房榜首啊，咁勁抽。咁啊地點啊包括佢即係個發源地美國啦，仲有啲新加坡啊，有好幾笪地方。咁我覺得佢可能咧係因為佢嗰個小説嘅效應啊，我相信係嚇、我啊呢個懶啊，我冇乜點做功課。我睇落去咧應該係類似啲即係正如飢餓遊戲啊，嗰啲咪 Hunger Games 啊嗰啲咧，係由小説到架構成為電影。咁而小说系大受欢迎啊嘛，咁啊所以先拍出嚟。咁呢套片应该都系基于呢咁嘅情况。咁啊，同埋里面咧好多咧，全部都系后生仔后生女啦。我觉得有些少咧，寒风已经侵袭咗去美国嗰边啊，因为全部咧即系肌肉咧，如果讲男仔嚟讲咧，都好健壮嘅，即系粗到 fit 一 fit 嘅，就算即使佢哋后生仔。但啲样咧就比较童颜喎，以前咧即系底位啲咧，有啲人咪形容啲女士咧就话佢哋个身材好成熟，但系就童颜噶嘛。咁而家咧调翻转啦，即系呢班成班男仔啊，好多啊，即系成套得一个女仔咋，唔怕即系踢爆出嚟讲定先。成堆男仔全部咧都系啲。肌肉好健实啊，好似日日做个 gym 啊，跟住个样啊比较童颜啲喎，咁啊好有韩国 feel 我觉得吓，同埋喺个迷宫其实都有啲讲唔通嘅，咁啊污糟邋遢噶嘛，个头咧梳到靓一靓，块面永远都系最干净嘅，吓、个身点污糟，块面都干净，咁啊里面仲有咧唔净止包括啲白人，有亚洲人啊，有黑人啊，咁啊其实佢啊好似想做到咧。种族融合，其实某程度咧，我谂都系 sell market 咧，都比较理想啲啊！即系你亚洲人见到呢套戏有个副男主角亚洲裔嘅，咁啊都比较亲切啲啊，都几重气氛啦、啊、吓。个女仔咧反而咧就临尾又出场少些少。咁好啦，如果你话真系要我简单评呢套戏咧，我觉得呢套戏纯粹咧就是、一套真人食鬼就加异形。两个元素组合嘅啫，咁我唔敢话诋毁呢套戏，因为某程度可能呢套戏就系想拍翻小说个神髓啊，或者个故事嘅脉络，咁啊摆咗落去到电影度。咁既然我冇睇过小说，就唔敢讲究竟点啊，因为但系要透露定咧，其实套片摆明咧一定有第二集嘅啊，咁。但系今集咧都算叫圆满，因为佢啱啱系完咗一个章节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即系好歹佢都讲得完，即系今集应该讲故事，唔会话讲到无厘啦间就sharp cut 咁样落去嘅。咁但系睇到咧，我觉得就系唔成集嚟讲，真系唔系一个戏喎。即系嚟《Hunger Games》嚟讲咧，永远一集再睇落去，再下一集你发觉原来唔系成日都系提你。最精彩一定是 ending 嗰集，但你之前咧最好大家捧个场。我觉得呢个移动迷宫咧就有呢个铺排噶啦，大家就预咗，即系睇开。如果中意嘅，咁啊第日准备定拍第二三集咧，继续入场捧个场啦咁样。咁今集咧即系问心讲句咧，我觉得应该系不过不失嘅吓。但系我就觉得开头个题材系几吸引下，即系。运咗一大地方个迷宫会不断咁转动，要考佢哋究竟点样出嚟啊？呢、这个咧，我咧相信系大家咁样未知或者未睇过电影会有咁样谂法啦。咁
我咧其实觉得咧睇完套戏咧，咁啊跟住先至知咧，原来唔系嘅，即系佢特登做一个比较深层次去话俾大家听，点解我要困住呢班青年去入呢个迷宫咧？其实系一个考验，究竟个考验系做啲乜咁解吓？咁啊，嗰个咧系睇到今集个戏尾咧，都会即系话翻俾大家知嘅，就唔会太过吊大家人。咁啊，所以咧，其实呢套片咧，我想讲句真话咧，我觉得佢系一个有阵时睇书咧，你咪见到有一个有啲章节咧系当写序咁样噶嘛，咁你当呢个系一个序章嚟嘅啫吓。咁啊，最后再一提啦，因为咧。有時有啲戲院都裝咗咧杜比Atmos 嘅系統，即係話係咪即係真正環回啊？連個頂嗰度都有曬出聲嘅地方。呢套戲咧係支援呢一個 Atmos 嘅，即係喂都係貴嘢嚟噶。咁啊，對上一次港產片最出嘅有 Atmos support 就係咪就係掃毒呢套咯嚇、啊？即係個直升機飛過，直頭係聽到直升機由。上天的右飞向左开机关枪扫咁样啦，咁呢个移动迷宫咧就支援喺呢个系统之下咧，咁啊听到系啲你会置身喺个丛林里边咧，咁啊即系四围嘅山啊、树林啊、雀仔叫啊嗰啲咧，就好似四方八面咁嘅声出吓，咁、啊、但系你话突唔突出咧，因为全晚都系咁嘅声嚟噶嘛，你好刻意听就会。欣赏到呢点，但系重点亦都唔系呢一度，即系但系佢肯花心思抌钱落去咧，见到制片嘅诚意啦，我可以咁样讲啦，吓、啊、咁所以今晚咧，哇一可以数咗四套戏冇啦，咁啊考下自己记性先吓、啊，一套咧就系讲紧麦兜我和我妈妈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嗰个重重大联盟系嘛，即系荒唐战争咁样，咁跟住咧，仲有一套咧，就系《南埋象他》同埋《移动迷宫》四套。咁啊，我啊觉得唔好话我偏咗啦，即系《南埋象他》咧就揾机会睇。咁啊，不过咧就今个礼拜都未上，咁啊要先到违法咧就得一套嘅啫，就系、是、我最后讲一套《移动迷宫》嘅啊。咁好啦，今集咧就即系超额完成噶啦，咁啊变咗下个礼拜咧同样时间再见啦。